资深演员石英27号因为自然老化于台大癌医中心过世，享受82岁。石英从影超过半世纪，自1966年入行，一直致力于台湾戏剧演出，曾演出《意难忘》《夜市人生》《娘家》等多部八点档戏剧。他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，演戏演一辈子很幸运。石英子女林千玉、林一山发声明证实死讯，家父于10月27号下午3点45分，在家人陪伴下自然安详辞世。他们同时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。至于告别式细节，林千玉、林一山表示，家父遗愿身后事从简，不叨扰大家，仅规划11月17号于台北市第二殡仪馆举办追思告别式。相信家父已经到另一个世界，继续散播快乐，散播爱了。